走路去吗？你觉得现说这个话现实吗？哈，我以为你说真的要走路。啊，搞错了。啊，快点，别上车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家乐园。家乐园。家乐园海鲜酒楼，太家乐园了，要等一下下午啊，他再过来的途中代驾吗？那我们去美宜家逛一下，我们去美宜家，我跟阿如去美宜家，马上来。哦，好的好的。两分钟。去，上班了，老板娘。哎，跟他说啊。喂，真的啊？买啊，家里人来付钱。我们在中国似乎是没得付钱了。操，要不要？中国的冰姐要不要？水蜜桃的，要不要试试看？试试看。喝醉了。试试看，就买这个。快点跟丽丽讲，等一下，再挑一下。买瓶酸奶给你自己喝，我们的酸奶没喝到。我买奶盖，你不要喝什么牌的。你喝太多了，你会想要上厕所。就这个吧。那你不喝那个了？我拿了，在那边去结账吧。嘿。这个什么？
9199。可不可以你扫我？好。不用袋子。太香了。中国的冰杰水蜜桃。可以啊，这个好吗？好喝吗？酸奶。好。好久没有喝到。拜拜。